不是吧？你不会还以为烧麦很难做吧？大厨做了30年，学会这一招，家人天天都催着你做。糯米提前用清水泡4个小时，蒸锅上去，大火蒸15分钟。现在熬个灵魂汤底，水开，下150克猪肉丁，煮5分钟出肉汤，再下腊肠丁、香菇丁、豌豆、玉米粒，加15克糖、8克盐、15克生抽，小火煮3分钟。蒸好的糯米倒进汤汁里，加一勺猪油，煮3分钟。馅料放云吞皮中间，用虎口捏紧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个细腰型。蒸锅上去，大火蒸3分钟，软糯鲜香的烧麦就做好了，一口一个。今天我要拿军中茅台配它，口感醇厚，便宜好喝。家人们，本周日是我的直播首秀，大家都来捧个场吧，美酒美食都有福利。